大家好，我是中央民族乐团团长、琵琶演奏家赵聪。琵琶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弹拨乐器，经历代演奏者的改进，至今形制已趋于统一，成为六项24品的四弦琵琶。琵琶音域广，演奏技巧为民族器乐之首，表现力更是民乐中的最为丰富的乐器，因此它也被誉为民乐之王。彝族曲是王慧然先生创作的琵琶独奏曲，乐曲以抒情优美的旋律、粗犷强烈的节奏，描绘了彝家山寨的人文景色和人们欢乐的舞蹈场面。今天我将和钢琴演奏家刘星辰先生共同演绎琵琶与钢琴版的彝族舞曲。琵琶与钢琴中西合璧，完美融合，将民族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请欣赏。希望阿布扎比的乐迷朋友们喜欢。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